好的，我们先来买一个优惠组合包的，这是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五十五箱，就买五十五箱就好了。个人呢、啊，个人认知啊，基本上他抽出来都是垃圾了。我现在连祭品红我都懒得祭了，你知道吗？我都懒得祭了，好不好？我们来给关各位试一下他这个样本数，到底我们这五十五箱是劝世呢，哦，还是推坑？好、哦，劝世还是推坑？给各位看一下他送的东西哦。我个人认为是只要是在这个吸血鬼斗篷以上的全部都是 OK， 以下的，好啦，蓝装还是可以卖点钱的、啊，不过那不会是目的地啊，好不好？一波气刷过去啊，来咯，开箱咯，我开。哦啦刚开出来都垃圾哎、欸，看比垃圾还垃圾哎、欸，这保证是劝世我呐，红哥来了，各位帮我更新一下，最后那一根有没有？帮我更一波有没有？就是差那一点点，但是没有被 KO 这样。靠，都是垃圾哎、欸，有三楼的哎、欸，有啦，有一张比较不那么垃圾啊。但是好像还是很得瑟。我操！我总觉得这三千块是叫大家劝世啊，各位，对啦，黑啦，劝世。我就说我有没有人劝世，我帮我劝一下，你知道吗？我先以身作则，劝一下各位。这个还要抽吗？你看看，上次那个比较 OK 哦。我这么多次，上次那个是我目前看过最 OK 的。这种就是跟第一次那个一样，第一次PO的劝世文那个一样。这个看这一看就知道是劝世了。这看大家在玩屁啊！啊，这个你还要抽吗？我是不会抽啦，我讲真的，最后一次啦，对啊，我不抽你们要看什么？但我就抽给你们看，你才知道啊。来，一波气刷过去，最后一个喽。呼噜呼噜呼噜，这是什么队？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，请记得右下角按个订阅，右下角按个喜欢，订阅旁边的铃铛按下去，随时可以收到最新的消息。我是平民百姓，记得分享给你好朋友。